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哋 Gameplay HK 啊！今次我哋咧就要向呢个黑维拉大王拜师啊！呢个咧就系《龙珠超宇宙二》咧新嘅角色嚟嘅，咁系其中一个《龙珠》嘅剧场里边一个华人角色啦，亦都系咧比较少收录喺游戏里边噶。咁同期咧就会有埋呢个牙达力斯啦，即系非洲悟空啦，同佢一齐咧经常性咧就宣传呢个《超宇宙二》嘅。我就觉得佢又唔算劲㗎啦，因为都系劇場版早期嘅华人角色啦。套劇場呢都系话佢呢就要嚟征服地球啦，要将地球呢就改变成佢嘅太空船。咁点解佢系南美星人都会咁邪恶呢？就因为佢细个呢就俾恶魔收养咗啊。之后甚至呢就向神龙许愿呢，佢就回复返青春啦，即系力量又好强咁样啦吓。咁当然啦，最尾梗系输啦。呢啲系剧场版一定嘅剧情嚟啦，系咪？咁喺《超宇宙二》嘅故事里面咧，都好早期都俾我哋打死咗噶啦。呢一关就送俾我哋嘅系 Evil Eyes 啊，即系关于眼嘅绝招。我哋睇下呢只 Evil Eyes 有几 evil 啦。一个气嘅爆炸，咁啊打落敌人度。好，试一试先。两次都打唔中，哇，好难中喎、啊！佢根本冇避，佢浮下浮下喺空中嘅喎、啊，大佬，傻啊！咁弱嘅，哇！佢向前行已经避咗啦，点打啊，大佬 ？Evil Wise， 佢系左右行咋，师傅？嗱，已经试完啦，我就觉得系非常难用，中唔中啊？挡咗定中咗？再俾人打几下添，大佬，为咗储气，为出你嘅 Evil Eyes。喂，师傅唔掂啊！黑维拉啊，黑 Sir， 呢个黑 Sir 真系快快地嘅第一招。哇，反而我食咗。哇，第一场咁啊完咗啦，咁啊系完全冇打中过佢噶。我系咪唔毕业啊？阿黑 Sir， 冇打中都二啫，永远都系嘅喂。嗱，呢招咁废就一定唔会拎出嚟啦，太弱啦，好难中啊！嗱，通常都系啦，就系赞下我啦，话我有潜质嗰啲啦，系咪？跟住咧就系叫佢做我师傅啦，学晒佢所有招式啦。佢话有个人好劲嘅，要我哋打佢。佢话有招劲嘢要教一教我哋咧，就令我哋变强啦。好多谢你啊，阿黑 Sir， 成为我导师先啦吓。跟住咧就学埋呢一堂。咦、哎，有非洲悟空 Darkness I Beam。嗱，呢个黑 Sir 咧好多招都系用眼睛。哇，呢个系眼睛嘅炮嚟嘅系。咁啊，试下连唔连到啦。I beam， 哎，完全念唔到啊！打中扣咁少都喂，拳脚打两嘢都扣得多过呢个 Darkness I beam 喎、啊，大佬。啊，再嚟啦，坐一坐先。Darkness I beam， 哇，你扣佢少，又难中，又少。又扣一格气，喂唔得啊！呢个黑 Sir 两招都废啊！投诉佢先，我哋去呢、這个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佢啦，好嘛？哇，嗨都嗨唔到啊！哎呀，避咗佢呢招喎，佢又用呢招打我。哎呀，打我，俾佢用投技捉到喎。完全冇用啦！呢招垃圾啊，好废啊！唔怪之你会输俾孙悟空啦。哎，嗨到拉屎一 hit， 哎，要用呢个绝技打佢啊！搞掂，敌人直线冲埋嚟就易中啦，但系就扣嘅血量好低啊。
拗痕咁样，其实敌人中咗都冇乜意思。嗱，两招都麻麻地啦，阿黑 Sir， 话晒烂尾星人，你有咩劲嘢？好似话你识变大噶，系咪啊？好啦，我哋学第三招啦。我觉得做 game 嗰人咧都好求其，呢个咁嘅黑 Sir 咧新加入噶嘛，啲对白真系少到无伦，完全同剧场版都冇乜关系。好啦，对司徒仔 Darkness Twin Star Little Twin Star， 我知咩嚟啫。好啦，我哋又要睇下你招Darkness Twin Star 究竟系乜家伙。咁啊，整两个波。好啦，我哋试下点用先。Little Twin Star 出嚟啦！冇咗，又系好废喎，攻击力咧好少啊，扣得黐线，我走去拳脚打仲好，佢可以包围我身体，保护住我，哇，可以挡波啊！嗱，呢招可以咧将个波掉出去嘅，但我就唔想掉啦，留低喺身边保护我好似好啲。哎呀呀！同埋俾人围攻有个好处，即系有两个波浮喺度咧，俾人围攻咧都冇咁伤，甚至可以咧挡到敌人攻击。嗱，浮起先，嗱，打到其他个我觉得会，但系就攻击力系一般啦。好翻啲气啦，用呢个 Little Twin Star 出嚟。呢度有冇网友系中意呢个 Little Twin Star 啊？哎呀哎呀，系咁打我背脊。哎呀，原来是你。Little Twin Star， 其实正名是 Darkness 啊 ，Darkness Twin Star。哇，可以咧，用呢招 Darkness Twin Star， 仲要搏其他招都得噶。唔系搏，即系同时间出两招都得噶。咦，咁咪可以用元气玉咯，可以保护住自己系嘛？哦 ，OK 喎。哇，好啊呢招，我觉得一架气啫嘛，就可以保护自己啦。哇，满晒气啦！哎呀，喂，司徒仔，等等先。但系就大家留意啦，扣血量好低咯，系啊，黐线，拳脚仲多过佢个呢个气弹嘅扣血量。我打埋呢两只司徒仔佢，补个波，仲有一只，系你，系咁揼我。哇，痛！拳脚一组，拉屎！哇，到阿黑 Sir 出嚟啦，应该。咁我拎定两粒波波出嚟啦，好嘛？波波，我觉得咧过场之后会冇咗两个波嘅，呢个系呢个游戏嘅一大特色啦。冇咗，再有啦，出翻嚟啦。可以几耐呢？两个波波浮喺度，咦冇咗啊！喂，同埋我系俾佢有一招打中咗，哇闪过后边，再嚟浮喺我身边啦，波波，再搏，哇呢招真系废啊呢招！打唔打到佢？喂，点解唔保护我嗰两个波？冇埋添，保护唔到我又，系咪喺个罅区打到我啊？佢咁好彩，得啦，几好啊！呢招即系你埋身打佢咧，又可以帮揼少少啦，叫做。哎，搞掂啦呢关。
可以再试多次，即系我再测试多下，系咪真系咁好用？而家咧就觉得咧系佢系要配合其他必杀技啊，或者系你救佢技先好用嘅。单独呢一招咧就冇乜威力啊。咁可以睇下会唔会博下啲难中嘅或者储好耐嘅救佢技啦。呢个 Darkness Twin Star。咁之后咧就要学阿黑 Sir 最后一堂嘅救嘅技啦，究竟你招绝招系点个样呢？系打边个先？净系打佢一个，喂，有两招喎，一个系 range， 一个系近战，我咁得意啊，两招啊，咁我咪入到去可以两招都试晒噶。场景咧就系南美星爆炸，即系佢个故乡。喂，长手我冇噶，大佬，我唔系南美星人喎。我会不会学咗呢招识得玩长手，好似路飞咁样咧吓？搏一搏先，哎，唔得，要近战嘅，真系近咁样打嘅。嗱，我系得一招技嘅啫，而家得一招救嘅技，就系近攻嗰招，远距离嗰招咧就冇嘅。咁我试下。用一用，储够三格气可以用招近攻嘅招啦，捉到！哇，搏招 I beam， 睇嚟呢招其实系，我谂我明啦，我明啦。南美星人就有远距离，如果我哋系普通人咧就系近战嘅。哦，哎呀，最初我唔系南美星人啦，大家明唔明我讲乜啊？我以为我系杀人咧，就唔可以用长手个招咯。哇，系咁柄我佢条长手。我觉得可以咧，储两粒波出嚟先，再用救极技。咁啊，哇，佢有两个波，嗱，系咪好好用啊？嗱，两个波再用救极技，哎呀，几好啊！嗱，呢招救极技就普通格斗啦，唔算有咩特色啊，即系冇乜特色。所以换出嚟嘅机会咧比较少，咁但系个招咧，呢套 chain 啊，唔系 ，sorry， 一时改唔到口，系啊 ，Darkness Chain Star 系 OK 噶。好啦，黑 Sir 咧就送咗两招俾我，咁我怀疑我哋呢啲杀人咧，净系可以用到一招嘅啫。咦？睇下先啊 ，Darkness， 哇，就系呢招嘅啫。近战嘅远距离嗰个咧就冇啦，应该系南美星人咧嗰只长手先得。咁有机会啦，我觉得啦，长手即系远距离嗰个咧，可能有加成啦，有唔同啦，攻击力可能强啲啦。不过咧，我系绝对唔会啦，为咗呢一招咧变成呢个南美星人嘅，因为咧我真系觉得咧呢啲咁嘅青 BB 嘅咁嘅肤色咧真系好恐怖吓。好啦，今集就去到呢度啦，咁啊拜师就差唔多啦。之后咧就应该我哋就可以玩一啲隐藏剧情啦，但系咧都要时间啦。你见我拜咗咁耐师都玩唔到俾大家睇咧，就知其实都要啲辛苦噶，要玩好多关先可以打到啲隐藏嘢出嚟。希望大家支持我啦，我都会尽快玩啲新嘢出嚟噶。咁我哋下集再见啦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我有黑色、白色。蓝色，嗱，我有木纹、蛇皮、国旗，哇哦，仲有风景，好啦、哦，抽象啦，想点先？靓啊你！哇，忍唔住上去 Amphibian.com 睇咩新款先。